刚烤好了十个鸡腿，咋样？想不想吃？想吃就来十个双鸡，好不好？非常香。好久没有秒过鸡腿了，秒一个能不能给100个双击？放松。这个是悬浮的水龙头，有没有觉得很神奇？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理的？欢迎评论哦。小萝卜蘸那个酱啊，马上直播啊，螺蛳粉儿全部吃完啊，快来！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马上见分晓，见证奇迹时刻啊！中国传统美食浇花鸡啊！哎呀，真嫩！就是骨头特别酥啊，特别酥嫩。大面筋，今天榨个西瓜汁，现榨，新鲜的。水流不太大。麻辣蝎子，排毒养颜，祛风湿，治疗皮肤病，今天下单有火。进来的朋友们能不能给我们兄弟俩50个爱心，谢谢你们。小鸡腿，虎皮鸡蛋，对，猪脚。来四碗小东坡，非常不腻。吃大虫子了，老铁们。这个叫木花，也叫发财虫。这是小烤肠，我是牛煎的，有点煎老了，我就扒的不熟。肉的，看看，青团，扒拉一个，特别黏，哎呀。毛血旺，再来碗大米饭。
蒜鱼茄子。